欢迎我们的观众入场。不，咋这么可爱嘞？那我们现在来进行下一个动作。当你想迈你的右脚的时候，需要把你的上半身向左进行旋转，就这样。你还真别说，在这个雪场上感觉就像跳舞一样。你要帅的，这个都会，大家。停在原地。我往后走。哥，你这不能老是打拳击呀，左一下右一下的。下面要进行的前刃 pop 跳，也就是用前刃卡住雪，然后进行这个动作，也就是这样跳，漂亮。后刃跳是向后跳，还有最后一个动作，也就是我们的叫做反拧。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了两个跳跃，一个跳跃是用后刃的原地跳，一个是用。猛，行了，都学会了。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观主请出来，欢迎我们的观主入场。哇，咋这么可爱嘞？乖乖在3岁的时候就完成了高级刀1800米的挑战，并且他也是拥有百万粉丝的雪场最小王者。哇！乖乖，你几岁了？4岁了。4岁了呀？嗯。那你滑这个滑了多长时间了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也不知道滑了多长时间？那个印博，你给大家把我们一会儿体验的项目给大家演示一遍。好。待会儿我们会从这个位置开始，然后要跳到旗杆那里。在旗杆的面前用刚刚反拧的那个动作撞它一下，然后再往前，然后在这个位置和乖乖进行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就是我们做的 pop 跳，布是通过身体重心的移动让你的板头或者板尾立起来，剪刀就是我们用一个带旋转的跳跃动作。